再跟我说。好，等一下先做采耳掏耳朵，那做完之后会帮你做眼部的波筋放松，那会搭配精油去使用，那也会盖一个热敷眼罩。那后面耳足的时候会在头部舒压的时候喷一个茶树头皮水 ，OK 吗？可以。今天量蛮少的耶，只有一些屑屑而已。